那时候在整理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就闻到一股异味。啊，因为这几天刚好在烧金纸，我以为是外面有人在烧金纸，所以没有说很去特别的留意。然后我就进去吃早餐，没想到就吃到几分钟的时候，外面就有听到吱吱吱的声音。然后我一瞬间打开门的时候，突然闪燃了一下，然后当下就是直觉要赶快把车子拖到外面，因为我很担心会往里面串烧。我们是有联络车行啊，车行他也来看过，他是觉得说，因为他说车体跟电池是不同厂商，所以他也要去厘清，他也要帮我联络跟厂商做厘清这样。然后他是说这个应该没有办法做什么赔偿。